是一个久违的要出门一下下，就是刚好要去上岩那边办点事情，然后我的好朋友刚好也是在上岩那边工作嘛，所以可能会见一下下面，应该算是去探班吧，刚好会赶在他的下班时间嘛。我朋友因为他是在那个电视台工作，我就想说好像可以拍一下电视台的里面就是长什么样子，因为他带我去他的那种员工餐厅，所以对，有时候可以拍给大家看，那就等一下上岩见咯。我到上岩洞下车啦，非常的空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这边，就是很多韩国电视台。头发，昨天的那个电棒没有洗头，哇，还在撒那个止滑的小石头，就是下雪的话，因为地板都会很滑，所以就会撒那种白白的小石头一样的东西在地板上，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到啦，我就是要去那一栋朋友上班的地方。给大家看这个椅子都被这样子封起来了，就是不让大家坐在上面。我看到一个超新奇的东西，就是这个椅子旁边有一个这种椅子可以坐，然后这里可以无线充电耶，好棒。朋友叫我在一楼那边等，所以我就进来了。새로산가방을보여주시오이건새로산건아니지아이거새로산거아니야사무실이야
집에갈수있을까 지금눈엄청많이와오늘어세상에미쳤어미쳤어여기원래초록색인데아눈을뜰수가없어 고개를들수가없어이쁘다이거이쁘지너무예뻐어크리스마스너무좋다저기지금제동생기장님찍고있어너브이로그올리라고 저기기자가여기길인가우리갑자기 곱창먹기로했습니다원래그냥금방헤어질라했는데뭐어떻게하다보니눈도오고아내가나오고있었네어낭만스럽다야겨울여자 우리뭐먹으러가는거지5시오픈이어가지고5시땡돼도못먹을수도있어서그냥옆집으로왔어5시에는먹어야되니까5시까지는기다릴수있었는데그렇지너이거먹어아니나는이건먹는데
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还好不用就是坐那个挤到爆的地铁，太可怕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咯，下个影片见，拜拜。